那需要你帮忙他吗？还是帮忙的人？会。会要请吧，嘉伟刚跟我说他不会让另外一半受委屈。爱情还是有对错的。如果是你的好兄弟、好姐妹劈腿，你会帮忙 cover 吗？你知道这 iPhone 有一个很变态功能吗？就是你两台手机这样放着，你可以设定捷径，就是对方打开了脸书，然后另外一只手机就会跳 LINE 通知说国宏正在看脸书哦。哇！为什么你会亲自在家骑？我没有用过吗？他刚刚也介绍我们有一个群组，就是你加入，然后就会有15分钟，所有人都会夸奖夸夸群，夸夸群，15分钟夸奖完之后就把你踢掉。我要加入，不用你，我也想加入，要花钱。你不用，你不用，你不用啊，不用我们两个刚刚是夸夸群，我才需要啊。还好我也可以夸你哦，谢谢。我们也可以夸你，你加入我们三个人的群组，我拿钱给你们。自动报备的功能听起来很恐怖。林柏宏的电影《爱的噩梦》中演渣男，韩正宫向杰露分手分不了，靠大飞帮忙掩护，成功劈腿大圆，让不少观众很生气。你刚刚在街上被骂吗？没有啊，在街上骂我有没礼貌？看过的。如果街上被骂的话，是真的讨厌你。那其实因为在感情之中哈，真的没有对错，因为感情的事情只有两个人知道，对不对？对吧？对了，有时候我是也觉得也有对错。假如今天劈腿的小三，对不对？你劈团腿之后，大家会骂你嘛，对不对？那你跟小三真的很好，然后你们结婚了，感情很好，那是不是对的呢？这件事是还是不对啊？他起点是错的，但是其实是这件事是对的。你是在讲自己的经历？没有。以结果来讲，这件事是对的，但是这件事是错的，所以他又错又对。好兄弟，他需要你帮忙 cover， 他是帮忙的人。会，先说会，要挺吧。跟他真的是兄弟，跟他是姐妹，基本上都会挺。但是你要告诉他这件事不对。但对方另一半如果跟我比较好的话，我会帮对方。对，因为朋友就是真的是朋友，朋友是一辈子的事。嘉伟刚跟我说，他不会让另外一半有这种朋友。你的闺蜜发生这样的事情，很挺吗？对啊，可能想要理解来龙去脉，说自己是长怎么样的。但是我是他的男朋友，后来我问说他现在人在哪里，你会帮忙 cover 一下。我说啊，谁笑我不会？我刚才不是，但是闺蜜有跟我们讲好要演这一出吗？有。有讲好的话就会说话算话，对，就会。但后面有说话算话，对，他就是最真实的说哈什么找到他吗？哇，这么会失去的闺蜜。对啊，可是他没有跟我讲好，还怪我这话，那失去这个闺蜜也值得。对啊，很多男生的第一次，对，男生第一次就对，他在上厕所，男生都会 get 到说哦，对对对对对，为什么你这么会啊？我总觉得你长得不太一样。你今天特别帅，你看，真的帅！我们今天是不是？我们早上来干嘛？你现在让我很尴尬。二十五分钟啊！我是加入夸夸群。我今天也有敷脸哦。